美西华人拆船大会激励了许多人破茧而出，为上帝摆上。9月13号开始，创世电视每周为你带来大会的宝贵信息。头两个星期就有陈世贤牧师的教导。有哪一篇信息你没听过？有哪一种的宣教士见证你没看过？听完之后，怎么破茧而出？每星期天晚上10点，美西华人拆船大会破茧而出系列，同享这场属灵盛宴。